这里比较绿的一边呢，是用来收豆苗的，所以每一格放三粒，然后这样长出来也比较多，而且豌豆这一类的，它比较不担心，三个两个种在一起，没有什么问题的。每个 cell 两粒的话，已经足够我们吃了。这个呢是我去年种的，然后收的种子，这个品种是就是很常见的，像中国也特别常见的，那种普通的豌豆，它需要剥壳，然后主要吃是吃豆子的，那壳是不能吃的，豆子比较大。这个我们也是每一格放两粒就可以了，因为这个种的多了也吃不掉了，你把它压一下，然后上面再盖一层土就可以了，轻轻拍一拍。好，现在最后我们给它浇点水，玉米凹土都完全浸透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把苗拿到地下室了，然后我在这边有一个育苗架，有一些灯，有一些反光板，还有一个加热板。这个用加热垫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，就是让这些比较喜欢温暖的植物可以发芽的比较快，而且比较顺利。因为像丝瓜、南瓜这种一般可能要25度以上才会发芽的比较好。好，这次育苗的几个步骤就介绍到这里。如果大家对我这个育苗架有兴趣的话，可能我下次会再做一个视频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请关注、点赞、转发。好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忘记设置一下了，我这些灯是通过一个智能的开关控制的，所以我需要把上次已经关闭的一个日程重新激活一下。好，这样就行了。